如何符合新的意大利单一税制度的条件？只适用于新居民。我将向您展示如何移居到意大利，并享受具有竞争力的新的单一税制度。与马耳他或塞浦路斯的类似计划相比，这是全新的计划，上周才刚出来。单一税率仅为10万欧元。新的税收制度不仅限于您的直系家庭成员，它还可以应用于您的岳母、您的曾祖父、您的侄子、您的兄弟以及其他亲戚。我将演示给您看如何移居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，每年只需支付10万欧元。嗨，我是 SwissBankingLawyers.com 的恩佐·卡普托。新的意大利单一税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仅限于直系家庭成员，您还可以带着您的所有亲属一起移民。对于每个额外的亲属，您只需支付25000欧元。与瑞士的移居和定额税计划相比，意大利的单一税计划非常有吸引力。合格的候选人可以先来到意大利，随后出示税务申报单。另一个选项是向意大利税务局中央提出税收裁定的初步要求。我的建议是行使选项二，与意大利税务局进行税收裁定。这个选项好多了，因为税收裁定将使您与意大利政府达成正式协议更加可靠。您可以亲自在意大利税务局的办公室，或通过电子邮件，或通过特定的认证电子邮件提交申请。我们建议您使用我们特定的认证电子邮件，即所谓的 PEC。每个意大利税务律师都有一个特定的 PEC。多年以来，我和一个意大利税务律师团队保持合作。我们将使用我们的 PEC 进行申请。如果您与意大利当局打交道，与他们有明确的关系，是至关重要的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在您移居意大利之前，如果您手中有税收裁定，并使用认证电子邮件进行过适当沟通的话，将会更加可靠和安全。单一税制度只适用于实体个人，而不适用于企业。为了符合税收计划的条件，您在申请之前的过去10年内不能已是意大利居民。我们将为您完成官方检查清单，并确保您符合新的单一税计划的条件。10万欧元的单一税包括国外收入，但不包括从税收裁定有效期开始的头5年中出售公司股份所获得的资本收益。法律的实际应用可能是相当不确定的，因为此条法律刚出炉，没有现有的参考条例。这就是我建议您选择税收裁定，并开始与意大利税务局进行适当的税收裁定谈判的原因。我的意大利税务律师团队非常熟悉意大利税务局，因为我们已经提交了数百份自愿披露申请。我们将为您包办一切。如果您正考虑移居意大利，享受新的单一税制度，请拨打电话加41-44
212-4404-4424-4404。我将领导我的意大利律师团队，指导您以正确的方式抓住这个全新的、有吸引力的机会，变得富有，保持富有。祝您今天过得愉快。